虽然大家都说你是八居冲浪，每次给自己反黑都很有时效性。那年底了，要不来一个2020年度热词等级考试，看看你的2020网络段子有几句。OK。我觉得你可以八句。不要小瞧我。先来一些简单的 U E S E。有一说一。奥利给。给力，是吗？是。Respect。尊重啊。好自为之。好自为之，为什么好好的普通话不说，要说好自为之呢？真不戳。什么？真不戳。真的质量不太好，所以戳不破啊。这是个网络用语吗？真不戳。真不错。八五七。八五七，不就是个数字吗？八五七，把我吃了。对吗？蹦迪啊？为什么？爷青回啊？爷青回，爷青回，爷爷请回家早点睡觉，年纪大了熬夜不好。你可以吗？嘻嘻蛤蟆，你叫什么？啊？嘻嘻蛤蟆啊？嘻嘻蛤蟆，你是考的是普通话吗？嘻嘻的蛤蟆，单身狗啊？不是、啊。那个时候蛤蟆比较肥，可以吃。不对，蛤蟆不能吃，吃的是牛蛙。七夕的蛤蟆咋了？咕呱咕呱。不是七夕的蛤蟆，它就不咕呱咕呱了。它不是一直都是。就是那时候七夕，不是很多人给朋友买蛤蟆吗？然后给它叫嘛，咕呱咕呱。S R D S。什么 ？S R D S。这你考完特别的熟悉。S R D S。S R D。住嘴了，虽然但是，最后一个啊，耶斯莫拉，什么玩意儿？耶斯莫拉，什么叫耶斯莫拉？这是个中文还是个英文啊？是个感叹词。耶斯莫拉，是吗？莫拉，是郭老师的那个口头禅啊，就那直播的郭老师。什么郭老师？直播的郭老师，哇，你这一激动，就那个很好笑的郭老师啊。耶斯莫拉。是一个人名字吗？你这个状态是对的，你这个状态就是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很开心啊，很兴奋啊，他就会 yes more 啦，就这种。什么叫more？就是这不是他的感叹词。Oh my god！ Yes more，yes more，yes more。所以就是你连这种网络这么火的人都不认识，你给自己的网速评个几呀？网速评个几？呱呱，呱呱是有原因的，要想不呱呱就赶紧上网 yes more 啦。小姨，小姨没有去精神给你解释。灯都看不下去了，是吗？S R D S， 呱呱，有一说一，S R D S， 呱呱。